好，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小镇旁边一个地方看赛车，这个是今天的赛车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赛车是什么样子吧。我具体也不知道这是啥赛车，大家有知道，你看连挡风玻璃都没有，里面就是只能坐一个人的这种非常机械式的赛车。然后这旁边还有一辆雪佛兰的，是纳斯卡吗？也不像 JWS。 好，我们今天晚饭两个热狗，一块五一个，就准备入场了。你看所有参赛选手的赛车就在这里，现在准备入场了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赛车吧。你看这里面的赛车手，看这汽车造型非常酷炫，非常机械感，但是感觉有点廉价的那种自己改装的。前面凸起来那一块应该就是汽车的机械增压了吧。好了好了，选手们准备入场了。你看这个车的噪音超级大，挡风玻璃也没有，快呀！我靠，这是啥车？这车也来参赛吗？难道吗？轮胎都歪了。然后刚刚去问了一下他们车手，这个叫做 Stock Car， 也就是小型的当地的本土纳斯卡那种样子，全都是自己爆改的这种车子。他们为了减重，把车子的挡风玻璃还有灯啊那些东西全都拆下来了，所以说这种车子是不能上路的。你看它的驾驶舱里面全包了这种，那很旧这个车子，仪表盘最快可以开到200-290。啊，选手准备热身入场了，好多车啊这。你看救护车也做好了后勤准备，如果一旦有受伤马上送走。哎，比赛要开始了，你看洒水车正在给这个浇点水，然后增加它的摩擦力。好了好了，赛车入场了，现在大家准备再热一圈身就要开始了。我去，这辆车还没开始就坏掉了，它还没开始比就退出比赛了。因为不是特别了解比赛赛程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，他们热身，裁判要等到每一个参赛选手都热身好了、准备好了才能开始比赛。哇，这个车就撞车了，开不动了。哦，我看懂了，你看这里有个灯，这个灯黄色的时候，他们只能慢慢开，你看很慢。然后在这个灯变成绿色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快了。哦，你看轮胎变绿了。好了好了，终于开始比赛了。每一组不同参赛规格的车都要跑15圈，在这个场地。好，第二组比赛到了。第二组比赛的车子和第一组都不一样，只是很普通那种爆改的车子。